原創音樂劇《時光倒流香港記》咧，係講一個喺2015年嘅女仔咧，翻返去60年代咧，就見翻佢嘅外婆。時光倒流香港地咧，係一個我哋好有心嘅作品，亦都係可以俾小朋友見到小朋友喺舞台上呈現佢哋唔同 talent 嘅一套戲。恒星銀河一路咧就對青少年嘅發展非常之重視，咁所以咧今次我哋透過呢個恒星青少年舞台一套嘅音樂劇，最主要就希望俾到青少年一個機會、一個平台去發揮佢自己。透過音樂劇，其實裏邊咧包括唱歌啦、跳舞啦、演戲啦咁。除咗係發揮到佢哋嘅才華之外咧，仲有發揮佢哋嘅團隊精神啦。9月19、20號，我哋同一班年青人一起飛越時空，翻到去60年代。恆生青少年舞台，時光倒流香港地。9月19、20號，香港理工大學仲藝館，有我哋建春，到時見啦！